这个大灯它就是一闪一闪的，好像在对你眨眼一样。它这边有一个特色的三角窗，其实设计相当的棒。它在同级小型车里面，它其实它的乘坐空间就已经是最大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广义汽车，今天要来介绍这一台中古车。那，不对呢，这一台我们今天不是要介绍中古车哦，我们今天是要介绍一台原厂释出的全新车，这一台 Honda Fit， 这一台全新的 Fit 1.5 的新车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简单来介绍这一台 Honda Fit 的外观跟内装吧。好，外观的部分呢，我们来看它前面的大灯的设计，它的 LED 的头灯设计，而且包括它的头灯的造型，其实是相当的迷人。像它的头灯的造型，就好像一对大眼睛对你在眨眼一样，真的是很有型。那再加上这个 A 柱，它 Fit 的 A 柱的设计，它这边有一个特色的三角窗，其实设计相当的棒。这个三角窗，如果你坐在驾驶座里面，看到外面的视野，就好像坐在窗台里面，然后没有视线会去阻挡到，那这样子的驾驶，它的视野非常的棒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它其实它这一台新款的 Fit， 它的外观非常的流线，像它的车顶，它的塞曲的天线哦，其实它也是设计的相当的棒。好，我现在坐在 Fit 的驾驶座里面，那这一台是全新车，它的座椅的塑胶袋我们都还没有拆，它跟新车是一模一样的啦。那里程我们大概有稍微移动一下，目前的里程是40几公里啦，也都还好啦。其实新车它还是全部都是原厂有保固的，这个就不用去担心，它就是一台全新车。那这台车它前面除了6寸的仪表的资讯以外，那这边它还有 ACC 的跟车系统，还有车道偏离系统，它的时速在72以上的话，它都会有那个车道的偏离系统之中它的感应设计哦。那中间的话它有一个 Apple CarPlay 的设计，然后它有冷气的恒温之外，那另外它还有一个就是USB， 两个 USB， 左边的是 Apple CarPlay 的 USB 的连接线，然后中间的话它是一个它是充电的设计，那它还有一个节能的省油的模式。那 Honda Fit 它在基本上哦，它光其实大家可能都想说啊，我一定要买到油电版，那其实我觉得啊，汽油版它基本上它也是已经非常的省油，它在官方的油耗数据有达到23点多的油耗数据，那其实上来讲它已经是非常的省。那基本上如果说相对于是我们的，如果你是只是单纯的开代步车上下班的朋友，其实在使用上来讲倒是不需要一定要选择油电版本，因为其实油电版本哦，它在使用率来讲哦，是相对如果说你这台车你是跑业务性质的，你的里程要跑比较多的，如果你是一年要跑好几万公里的，那相对你来选择油电版本当然会比较划算一点。那其实如果说你没有使用油那个里程，它不是你不是使用高里程的话，你来选择汽油版本是非常 OK 的。
好，那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这个 Fit 的后座的空间啊。Fit 后座的空间啊，它基本上它在收纳其实都是相当的方便。它的座椅啊，坐垫只要一抬上来，它就可以固定住了。好，那我们往下来看这个，顺便也做一下后座的空间，让各位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它的腿部还有它的头部的空间。那基本上 Fit 它的座椅，从以前到现在，它就是弹性十足，真的很方便。你看，它就是整个就是平整化，相当方便吧。好，各位朋友，喜欢这一台小车了吗？其实真的 Honda Fit 哈，它是一现在的世代哈，等于是最新款的小车。如果你刚好在选择小型车的话，欢迎你来参观这一台全新的 Honda Fit。那它在这个世代等于是一个代表。那不管是你要把它当作是上班族的代步车，或者是银发族的退休用车，其实都非常适合。它够省油，然后也是税金很省。那其实真的在现在它新世代的车来讲里面，它真的是非常棒的一台车，推荐你们来广义汽车看车哦。